32年，道父有王。这个课题是问答释义，请看经文。阿难闻已，得世尊也。若彼国度无须弥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？这个经文呢，紧接着前面而来的。前面佛说过，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大小江海、丘陵坑坎，乃至于辟为须弥、出世等山。所以阿难尊者听了之后就提出个问题了，假如西方极乐世界果然没有须弥山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四王天、忉利天呢，那住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是在讲呢，阿难尊者带我们问，因为我们听佛讲经听久了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切诸佛刹土，这个构成呢，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。那么像一个单位世界呢，有一座须弥山为中心，前面呢跟诸位介绍过，须弥山的这个山腰啊，就山的当中啊，这个四王天居住的处所，须弥山顶呢是忉利天居住的地方。欲界六层天，这两层叫地居天，没有离开地面。夜魔以上是空居天，我们常常听佛这么说，于是产生了所智障，分别执着这些境界，所以才提出这么个问题来。下面我们看佛的答复。佛告阿难：夜魔斗帅，乃至色无界色天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？阿难得以。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世尊没有直接答复他，反过来问他：夜摩天斗帅天，上面还有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都是欲界。欲界再往上面去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初禅到三禅，每一个这个阶段都是三层天的，初禅三天，二禅三天，三禅三天，四禅一共有九天，九层天。所以四禅总共有十八层天，再往上面去呢，五色界有四层天，所以
三界总共28000天，夜魔以上不依靠地居了。所以佛反过来问他了，那依什么而住呢？阿难答得很好，不思议业力所致啊！业是什么意思？古大哥给他下了个定义，造作名业。这个造作通常分为三大类，我们一切众生每一天的造作就没有办法统计了。如果说是我们一生的造作，再加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造作，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一切众生所造的业，如果这个业要有形象的话，这是指着一个众生，无量界来所造的业，要是有形象的话，净虚空都容纳不下。这个比喻不过分，确确实实是真的。这造作哪有会就这么多呢？我们只要看看宋朝魏忠达的故事，就能够想象得到。魏忠达才30岁，30几岁的人，这有一天被阎罗王抓去，阎罗王吩咐判官把他这个一生造作善恶的档案挖出来，判官把档案拿出来。造作恶的档案，把整个大殿都摆满。造作善的档案呢，只有一卷。阎罗王看到很生气，再吩咐判官把他善恶档案称一称。结果这一称呢，他造作堆满了大殿那些档案，反而轻；这一卷扇呢，反而重。阎罗王的脸色呢，也就转变了。魏忠达开始问阎罗王，他说：“我年岁才30几岁，我造物哪里会造这么多呢？”是不是你们记录有错误呢？阎罗王告诉他，造业不必等你有行为，你念头才动那个档案记录里头已经入档了，比现在的电脑还要进步所以也包括我们起心动念，一个不善的念头，虽然没有行为，阿赖耶识里头已经是业系种子，所以非常可怕。那么魏忠达就问：“那件善，善到底是什么呢？”阎罗王告诉他，善只是一个奏折而已，
劝导皇帝不要兴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呢？”那皇帝也没听。皇帝要听啊，你的福报就更大。你做这桩事情是发于诚心的，没有自私自利的。啊，不为名闻利养呢，是为了社会广大的群众，出于真心，所以这个善的力量长。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正如佛在经典上所说，无量劫来所造的罪业虽多虽重，不怕，怕的是不能够啊真心悔改呀，啊，真诚心悔改，从今而后断恶修善。决定能够弥补，人只要肯回头，真正回头，彻底回头，就与佛心相应，就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有分。这是不可思议业力所致，所以我们造业。佛在经典上把它分为三大类。第一个是身业，身体的动作。第二是言语，第三是念头。念头造的最多，你晚上睡觉会做梦，做梦也是在造业。你就想到这个事情多么可怕。一般人常讲啊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由此可知，我们真正讲修行，修的是什么？无非是把错误的讲法、看法修正过来，错误的说法、错误的做法，能够把这四个方面呢？修正过来，这叫真正修行啊，不再造恶业了。善恶的标准，佛在所有经论里面都讲到。专门讲这个教导初学的，有十善业道经。阿难问是佛即兄弟，这是给我们讲善恶标准，专门对出家人所讲的标准，除戒律之外。弥勒菩萨所问的，也叫做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》，在《大宝积经》里面。这一部经佛是专门为出家人所说，特别末法时期出家人。造作许许多多不如法的事情、不善的事情，
自己茫然不觉。啊，那么这部经过去我们讲过三遍，留着有这个录像带光碟，啊，好像在中国大陆有同修依照这个录音带把它写成书了。这是世尊教导我，在中国，印光法师菩萨再来的，他老人家大慈大悲，为现代人奠定因果教育的基础。啊，善恶心情的标准，他没有用佛法，他用《了凡四训》，用感应篇，这个非常有道理，真正是契机性。这些著作都是中国人写的，不是从印度翻译过来。提出这样的教训，深深的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感情。很容易接受，印度一生极力提倡。现在他老人家已经往生，我们修净宗的同学，应当借助印度的一致啊，真正去做弘法利生、续佛慧命，要把印度这个教诲发扬光大。确实能够挽救社会，能够挽救末日的灾难。我们学佛的四众同修，对于经教，对于祖师提倡的，都应当熟读，都应当认真学习，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决定的决定的受用。那么，这是说明造善就叫善业，造恶呢？就叫做恶业，善业由生善果的力量，恶业由生恶果的作用，所以称之为业力。阿难在此地讲不思议业力。佛门里头有一些偈子说：“不思议业力，
岁年必相迁，国报成熟时，求必终难免。佛家一般讲，不时不报，时辰未到，因此。我们常常听古德说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众生愚痴造作的时候，他疏忽了，大意了，造作种种恶因。果报现前的时候，他害怕。这个时候害怕也没用处啊，要物极于事啊。菩萨聪明，国报现前，逆来顺受。菩萨怕因永远不再造恶因。所以，他才能够不受恶报。这个事情，我们学佛不能不重视。一定要了解其中的道，要认清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。这些例子太多了，你看看《太上感应篇》跟这个文昌帝君阴之文的注解。暗示全书里面，几乎每一条之下都引用了很多的例子来做证明。感应篇汇编不是一个人写，在过去有很多次的正编，如果我们同学当中有心的人，很可以收集现代这些功能。你们在报纸、杂志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因果报应的报道，可以正不在感应篇里，将来再印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现代所发生，许许多多在外国所发生的，这样更能够启发大众的信心呐。这个事情决定不是迷信的。它是事实我们万万不能够疏忽所以在起心动念之处，就要回头，尤其是发心呢，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那你一定要知道往生的条件是些什么，你有没有具备？往生的条件是在讲呢，最具体的就是在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
无量寿经上讲的善恶标准，跟十善业道经阿难问是佛即凶经，跟印祖所讲的太上感应篇、文昌音之外，完全相同啊！我们不能疏忽，业障现前的时候念经没有用，念经消不了业障，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。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，这才管用啊！这样才能消业障。诸位一定要懂得，决定不是说业障现前念及不精啊，求佛菩萨保佑，这是迷信。经是佛菩萨讲的，你再念回去给他听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我在这个讲台上讲的这些录像带的时候，我自己看都不看，我都不想看我所讲的东西。佛菩萨会听他讲的经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佛菩萨看到你依教奉行，真的回头是岸了，那欢喜。所以你在佛菩萨面前念经，佛菩萨摇头，你搞错了。一定要明理一定要。要依教奉行，所以佛在经上常常叮咛嘱咐我们：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。演就是要做到表演那《无量寿经》所讲的道，所有的教训，我们都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出来，这个全把它做到，这个佛欢喜。有人向你请教，你能够把它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透彻，叫那个听的人断疑生信，也能够向你学习，这个佛才真正欢喜。所以千万不能造恶业，恶业业系种子，在阿赖耶识里面永远不会消失。什么时候预言，它就起现行。起现行啊，是果报现前。在这个地方，我附带的。劝勉同学们，如果是福报现前，决定不要享受。为什么呢？过去生中所修的福报，很容易就享完了。享完了以后怎么办？我们很冷静、很仔细地观察我们周边的一些人物，这个社会上得大福报的人，得的富贵，得的财富。
你仔细看看这些人，我们清楚，他今天拥有这个富贵、福报，都是前世所修的善业。可是一享受的时候啊，他就不在修善，他就不能再修因，纵然他在社会上也做一些慈善、福利事业，我们明了，都是些小善啊。 啊，社会慈善福利事业，啊，你看他们做了很多，啊，每一年呢也拿上是几千万去做，通通做的是小善。怎么是晓得它是小善呢？你只要把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有个小故事。 啊，说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，家境非常清苦，啊，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，身上仅有2文钱，啊，拿出来供养三宝，住持老和尚亲自给她回向。 到以后啊，他发达了，他做了王妃了，又到这个寺庙来，带了1000斤来供养三宝。老和尚教他的徒弟给他回向就可以了。他非常惊讶，向老和尚请教。老和尚过去，你的2文钱出自于真心，那个功德大了。我不亲自给你回向，对不起你。现在你带的金钱虽然多，你的心没有以前那样的真诚，所以钱布施的钱虽然多，福报很小。我徒弟给你回向够了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，什么叫修大福，真诚心。凡是大富大贵人家做这些好事，所修的都是小福。啊，没有那种真诚恭敬心，吩咐下面的人，啊，不错，这是好事情，你们去替我办。佛在经上讲，亲手去布施，诚诚恳恳，那个福报就大。啊，那么从事上来讲，现代的社会，病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最严重的病在哪里？现在社会普遍失去了圣贤教诲，啊，全世界教育在发达，科技的教育、工商教育、经贸的教育，人学了这些东西。他有能力在社会上竞争，啊，竞争在提升呢，就是斗争；斗争在提升呢，那不就变成战争？所以这种发展的趋势，到最后，那就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。
这个世界很危险呐、天灾人祸。哪一天没有？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，伤害一次比一次严重，非常可怕。那于是我们想着，今天社会大众牲口一三业。都不善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，在这个时代，最大的好事，啊，真正的善业。是提倡伦理道德的教育，是要发扬光大宗教神圣的教学，这个功德第一大了。你做成功了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；做不成功了，也像魏仲达那一小倔一样，啊，决定抵得过你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。我们深深相信，一丝毫疑惑没有啊。啊，那么在新加坡，居士林长李牧原居士这些年，大量的在提倡弘法利生，提供讲堂，请法师来讲经说法，啊，办弘法人才培训班，培养弘法济起人才，这个功德果报不可思议。啊，无论他过去今生造作多少的不善业，这两桩事情的善行，把他那个不善都盖过。我们相信啊，魏仲达的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在许多古书笔记里面都看到，可见得他这个事情流传得很广，所以我们要珍重，要认真努力来学习，要把这桩事情看作我们这一生人生的大事。上一个星期天，居士林开灵游大会，李牧原居士邀请我参加。我想在座有不少同修也参与这个大会。他邀我讲几句话。我跟灵友们提出了
三桩事情。第一个是人生的目的，第二个是人生的意义，第三个是人生的价值。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三桩事情疏忽了，我们这一次到人间来就白来一趟。古人所讲的醉生梦死，糊里糊涂来了，糊里糊涂过去，你说多可惜啊！我们这次到这个世间来，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目的何在？这个问题很难答复啊！啊，你看看这个社会上，我们同修也不免呢，每一天追求财富，啊，天天想发财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难道你来到这个世间来，目的是来发财的吗？这个目的不是真的呀！纵然你的财富真的发了，你得到亿万，成了亿万富翁了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你死了以后一文都带不去啊？全都落空了。你有再多的产业，全部都要给别人。如果人生以这个为目标啊，那这是愚痴到了极处啊，比不上澳洲土著。澳洲土著他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快乐。他们追求幸福快乐，这还能讲得过去啊？我们学佛之后啊，这才真正明了，佛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他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学习，生活努力的目标。一生都在学习，生生世世在学习。学就是觉啊！我们这才晓得，人生最正确的目标方向是求觉悟，不断的把自己的觉性向上提升，这个目标。纯正啊，在大乘佛法里面，你看看我们今天求的是什么呢？求觉啊，这一觉悟就是菩萨，就不是凡夫了啊。初信位的菩萨啊，初信位再求觉悟啊，提升到二信位啊，不断的求觉悟，有实信。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等觉、妙觉，到最后成佛了。佛是究竟圆满的大觉。这个目标纯正啊！啊，求觉悟的人决定不堕三途。果然证得初住菩萨的果位了。
脱离六道轮回，可以说是指日可待呀！啊，不但说超越六道啊，超越十法界也有了指望啊！啊，这个指望绝不落空。 我们有没有确定自己的方向目标呢？人生的意义何在呢？意义就是要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。啊，儒家讲，仁者无敌。你在一生当中，心里面对一切人、一切众生，没有丝毫怨恨的念头，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啊！你还有冤家对头，那就很糟糕啊！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境界？必须。要有相当的觉悟啊，你才有能力化敌为友。啊，幕后我们讲到人生价值何在？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人生。真正的价值，就是在弘法利生、去佛慧命啊，这个价值是真实的，决定不落空。这是真实功德啊，不会随我们。死亡而消灭，世间一切有为法，所以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聪明人要为带得去的去努力，弘法利生、去佛慧命的功德可以带得去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人生在世，不能不做好事啊！啊，一定要知道，种善因得善果啊，造恶业必定有恶报。修行，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科技发达，啊，物质文明不断的在提升，在进步，道德衰灭了，啊，所以有无法想象的灾难。会发生的。修行，特别是对我们来讲，环境影响很大，不受环境影响。那是已经有相当功夫的人，不是我。所以在隋唐的时代，唐朝，
中国的丛林制度是他们两位发起建立的，那真是无量无边的大功德啊！丛林就是办学校，提倡啊大家在一起共修。 丛林的特色是提供我们完善修学的环境。一般凡夫像我们这种程度的人，业障深重的人，丛林里面住上个3年5年，就有相当可观的成就。 什么原因呢？佛法的熏陶，这个里面戒心相应，定慧本持啊，戒门言教。 深入经藏，深解意趣。啊，戒门在这上下功夫。行门到了末法时期，行门大概只剩下2种了，一种是念佛。 一种是参禅，啊，现在讲修行真的不归于禅呢，就归于静。所以丛林里面有禅堂，有念佛堂。啊，喜欢念佛进念佛堂，喜欢参禅进禅堂。 都有老师在指导，这个制度到今天差不多有1400年，在近代这一个世纪里面。 修行确实已经是有名无实。上一个世纪初，禅宗真正这个修禅的道场，好像只有金山高明。真正念佛堂呢？ 大概只有印光大师的灵岩山的道场，所以密集熏修的这种机缘，我们无处可求啊。可是。 要想成就大众，又非此不可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亲近方东美先生，他曾经多次的告诉我。 佛法要兴，
要想复兴，非丛林制度不可啊。他非常重视。丛林制度在今天来讲呢，就是办学校、办教育，而学校教育一定要用古德丛林的精神。如果像现在一般的学校，那个没有用，那决定不能成就。所以要办佛学院，要办佛教大学。这就是古时候所说的丛林。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，他里面的执事跟现在学校的是相同的。现在学校有教务，有训导，有总务。丛林制度也是分这三个项目。但是它不叫教务，它叫首座。首座和尚就是教务长，维诺和尚就是训导长，建院呢就是总部长。执事他们的工作相同啊。名称不相同而已，所以确确实实是大学丛林的精神就是密集的追究，每一天研究教理8个小时，这里面包括《心经》。听老师讲经，研究讨论，每天功课8个小时。另外，修行8个小时，这8个小时呢，或者是你参禅，或者是念佛，每一天16个小时啊。我们希望办佛学院，希望办佛教大学。我们的教学制度决定采取丛林的老规矩、老办法。确实帮助同学们一门深入。常识熏修，你才会有成就。我们有这一点真诚心的，希望成就自己，希望成就别人。所以现在。我们在澳洲有了这个机缘，我们向政府立案，政府同意我们办一个金钟学院，我们金钟学院朝这个方向目标之路，四种同修将来在这个里面修学。最重要的，你要去真干常住事务方面的这些事情，尽量的念出，绝不让我们同学们去做。厨房的工作，清洁环境的工作。乃至于同学们自己，
疗房整理疗房，换洗衣服，我都不让你们去做。我要请工人。我们请工人给待遇的，我们雇澳洲人呢来替我们做。我是想到澳洲有很多旅馆里面雇的这些服务生，我给他们同样的待遇，请这些服务人员来给我们服务。我们自己对于这些事情完全不要操心，每一天把16个小时功课都做好。这个重要，这样才能成就。现在这样修学的环境，在海内外已经没有。我们有这个缘分，现在也有这个条件，创造一个环境。我们建一个道场，这个道场，我们心目当中是一个示范道场。修学的时间不是6个月，6个月成就不了啊！那是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无济于事。我们定的时间是9年，分3个阶段。这个普通班2年，正课班3年，研究班4年，总共9年毕业。进入这个学院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安心在这边住9年。儒家学记里面所谓的7年小成，9年大成。希望经过这么长的训练，将来可以在全世界弘法利生。如果有机缘，你们可以办学，续佛慧命。学校是道场，道场是学校。恢复佛教教学的本来面目。这个讯息才透出来，就有一些热心人士响应。我们冷静观察，语言成熟了。我们一定要做，这是诸佛菩萨加持，诸佛菩萨给我们的机会，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好，才能真正做到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每天念回向偈，念得冷汗直冒，愿以此功德，我们拿什么功德？功德在哪里？天天在念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你什么功德？这样的熏修，功德不可思议。
我们可以看到陈光别老营长的故事啊，陈老就是晚年生病。 在家里面休养，这是他的一个无比殊胜的机会。他把一切工作放下，每一天听经，我们讲经的录像带全部搬到他家里，每一天听8个小时。我到他家里去看过，他把他的电视机放在他的床脚头，他躺在床上，睁开眼睛就看到了，每一天看8个小时，4年的熏习，他觉悟了，他明白了。除了听经之外，他就念佛。啊，急急呼呼啊，到每一天8小时听经呢，8小时念佛。这样密集的熏修，4年下来，不到4年，2年的时候，他就跟林务员师傅说。他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林默娘告诉他：“不行啊，你不能走啊！啊，你走了之后，居士林就没办法了，没人维持了。”啊，老居士那好吧，你就再等2年吧。啊，果然是等了2年。往生前3个月，他的儿子媳妇告诉我，老居士有一天在一张纸上写了8月初七，写了十几个8月初七，家里人看到也不敢问8月初七那一天他往生了。3个月之前预知时知，走得那么样的安详，那么好的位相，我们亲眼看到的4年的时间，每一天8小时听经，8小时念佛，往生就自在了。所以我相信他2年呢，他就成就。他跟林默缘居士说明他想往生，那个时候他就有把握了。李居士让在他再度试验，让居士林这个换界稳定下来。李牧原居士的这个声望啊，2年当中向上提升了。由这个事实，我们来观察，如果我们佛学院要用这种方法来教学，9年的制度，这个程度，步步成就啊。9年毕业的时候，诸位同学可以说都是再来人，为什么呢？生死自在，往生极乐世界自己有把握，随时可以去得了，这也大慈悲心，我们把身体留在这个世间，普度众生。
正是小乘经里面常讲的，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啊。你看看这个时候多自在，多么圆满。我们今天如果有这种环境，有这种条件，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。真正做到看破放下自在随缘，广度众生啊！我们从这么多经，这么多年啊，学习观察。我们有了信心，我们深信三宝加持，众生有福众生有劫难固然是一个事实，可是佛禅讲。众生越是有大灾难，佛菩萨生在这个世间越多。众生造作罪业众生，要不障这些再来人的福报，这个世间不堪设想。那哪些是再来人呢？我们深深相信，将来能够参与这个道场，在这个道场修行的人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再来人。到一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了。夜莺果报的理根是，我们决定要深信不疑。再看下面经文，下面经文，佛曰：“阿难，不思议业如可知矣？如生果报，不可思议。”我们就看这两句，这是世尊给我们说明什么叫不思议哪些是不思议？一开端，佛真问。阿难尊者叫做阿难尊者问他：“你知不知道呢？”阿难没有回答，佛也不希望他回答。佛接着就说了：“如生果报。”不可思议下面说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。是在讲佛讲的这一句如生如就是指阿难你的身。身也包括心，你的身心果报不可思议。诸位想想看，这个里面含着些什么意思？
佛教的阿难对他说：“阿难是我们大家的代表。”那个意思就是讲啊，我们自己这个身心果报不可思议。话里头有话，用意深广无尽。果报是指过去所造的一切善为，感得的结果跟回报。这个里面是相宗里面所说的营业能，营业呢，感得的是果，满业所感的是报。引导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？我们大家现在都在人道，都得的是人身。这个业呢是共同的，是什么业呢？佛给我们讲的无界十善业。过去我们曾经修无界十善。无界十善的功德引导我们到世间的这个果，在这个身是果报啊。虽然我们人人都是一个人身，可是这一生当中，你享受的不晓得，贫富贵贱不一样。这个不一样呢，是另外一种果报。是什么果报呢？你所造的善恶，善不善业？这个在相宗里面称为叫满业。我们的营业不错，引导我们到人间来的，满业不好。过去生中造的善太少了，恶太多了。所以我们这一生生活很不如意。这不但是一个人不如意，大多数人都不如意。谚语所谓："世间事。"不如人意，常八九啊！能够满意的是一二桩事情，不满意的事情呢，要占十之八九。这什么原因？分明告诉我们，过去生中所做的善少，恶多。这很有道理，《唯识经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六道凡夫起心动念离不开80、50业心所。五十业心所，心所就是心理作用、起用。恶心所26个，善心所只有11个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起心动念肯定是善少恶多。善的力量弱，恶的力量强大。那么果报现前的时候呢？佛在经上常讲：强者先见，
力量强的先受报啊，那我们是恶的力量强，先受无善的果报。道理在此地，我们不是没有善业，善的力量弱。懂得这个道，懂得事实真相，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我们那个善业提前来报呢？行，只要你懂得就行。啊，如何提前呢？把你的善业，要知道业因，它要没有缘，不提前。你努力培养善的缘，你有善的因，加上善的缘，善果就现前了吗？啊，善的果报就现前了。这个道理于四时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就显示出来了。云谷禅师教导了凡先生，根本的原理就在此地。于敬意，欲造神迹，那个造神也点化他，原理原则也在此地。有没有效应呢？有，效应太明显了，尤其是于敬意的效应超过颜了凡。所以命运是自己铸造的，命运自己可以改造，你只要懂得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。懂得这个改造的方法，我们可以把过去生中造作一些无善业的果报，把它终止。诸位要知道，消灭是不可能的，可以把它止住，可以把过去生中造的那个少份的善业呢，把它提前。让它形成报应啊！这个方法断恶修善啊，真正觉悟了啊！让我们的心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里面、处事待人接物。修正成纯净纯善，这样呢，你就把你过去生中造的那些少份善呢，就变成了大善。啊，可以把过去生中累积的一些恶，通通把它盖回去。不是做不到啊！那为什么我们做起来这么难呢？难的原因是你对于这些理论、方法、境界认识的不够啊，你了解的不够彻底，真的明白了、了解了。把它转过来不是难事情，所以佛法我们常讲啊，我讲了50年了，佛法是知难行易啊，凡夫成佛，在做上来讲呢，一念之差，凡夫一念觉他就成佛了，一念迷就是凡夫了。真的不难呢，困难在哪里？困难在明了真难。
你对这个道理、对事实真相呢，你没有彻底明了，这样呢，才劳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。啊，这么样的辛苦啊！所以这个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难都难在明了道理与事实真相，都在这上。啊，果然觉悟了，做不难。人如仙人，被割力王割戒身体，容易小事一桩啊！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别人毁谤，啊，欺负我、侮辱、陷害我，我们遇到一笑了之，没有在意，很容易啊，不难啊。那什么时候碰到割力王割戒身体，也像人如仙人一样啊，依然承受。一个妄念都不起，那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圆圆满满的把境界转过来。啊，他知道一个道理，啊，来害我的人，这个人呢，性本善啊，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一点都没错。为什么现在变成不善呢？他迷惑了吗？迷的什么？把他那个本善迷了。这个迷不是永远的迷，是暂时的迷，他还会觉悟的。那又何必怪他呢？啊，何必起怨恨心？啊，何必起报复心？啊，起怨恨报复肯定错误，害谁呀？害自己呀！我也不是害他了，害自己呀！啊，自己起了三毒烦恼。三途烦恼起来之后，果报在哪里？三途地狱，你不是自己害自己吗？如果对于这些逆缘恶见，不起一个念头，啊，真正做到不动心、不起念，啊，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自己境界立刻就提升了。性慧的菩萨就提升到住了，吃住了；吃住菩萨就提升到实行了。这些逆境恶缘把你捧上去了，你不上去，你要往下坠落，你预知啊。这个道理，我想也不是很难懂啊。这个事实，那个善的果报，实在讲呢，就在现前，看你能不能受用。啊，譬如你们在一个公司服务。啊，你跟同事起了争执了，啊，两个人相骂相打，可能老板把你们两个人都开除掉，这很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发脾气，
指着你骂，骂你打你，啊，你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。你的同事、老板看到，哎，这人有修养啊，马上把他升职了。啊，你为什么会被老板赏识，会被提升呢？是因为那个人骂你、打你，他不是帮助你、成就你吗？他自己有损失，啊，他自己可能被降级，纵然不降级呀，也不容易升级，性情不好。他常常闹事，他帮助你提升了，你应当感恩他了，感谢他才对呀。这是叫做眼前的果报，立刻带来的好处。眼前叫花报啊，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。这些道理，这些事实，你能懂吗？你能够见得到吗？果然能懂，能见到。哪一个不乐意做这事情？佛家讲的忍辱波罗蜜，《金刚经》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得成于人，佛对菩萨讲的六度，六度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法门啊。第一个是布施，舍放下，那是功德。第二个重要的是忍，忍者能保持功德而不失去。所谓是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功德都丧失。忍辱是成就的不二法。是处是法都不例外。你将来有多大的成就，就看你有多大的忍耐。小小事情都不能忍，这个人古人讲了，没出息啊，不能成就啊，这不能办大事。所以细心观察一个人在境界里，这个善是善缘顺境，是欢喜，觉得骄傲啊，觉得很了不起，不能成就了。逆境恶缘，常常有怨恨心，常常表现着不满意，这人不能成就。世法佛法都不例外祖师要成就一个学生，世法里面这些领导的人要提拔底下面、下面的这些干部，他都会在很冷静旁观，观察这个人。那我们自己往往年轻无知，缺点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大家相处，不知不觉完全暴露。优点连自己都没有发现。古时候比我们现在人有福，在家有父母教化，在学校老师认真教诲啊。从前老师把学生真的当作自己子女一样真爱护真教你
所以我们对于老师的恩德，一生都不断。 常存感恩之心，真正有一番恩情存在，跟现代这个师生关系不一样。现在实在讲，那是当年方东美先生常说的，我跟他学哲学，希望到学校旁听他的课。他告诉我不要去了。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他说你去学不到东西。说这个话50年前，50年后今天的学校我没进去过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。常常听说学生打老师，常常听到老师说现在学生不听话，这怎么得了？儿女不听父母的话，学生不听老师的话，这是社会动乱、天灾人祸的根源呐。果跟报本来是一体，如果细细的区分，谚语常讲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境界，都是过去生中造作的因跟现前的缘所集合产生的果报。几个人在一切时一切处能够想到这个问题，果然能想到，能观察到，纵然遇到极不如意的事情，怨天尤人的念头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知道自作自受啊，你会很安然的顺受。这个账啊，了了，结了，你会很快乐，欠人的钱还了，欠人的命也了了，他怎么不自在不快乐呢？如果迷惑颠倒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怨天尤人，那好了，受果报，又造恶因。这个麻烦大了，将来的苦报比现在还要严重啊！这个实在是铸成了大错特错。不可思议，是说明这一桩事情的因很深很深，缘非常复杂了，绝不是平常人。这个平常人包括六道里的天人，他也不知道。再往上面去，佛讲就是阿罗汉辟支佛。
他对于缘大概知道一些，真正的因他还是搞不清楚。阿罗汉的能力，续命通能观五个事，他心续命能够观察五个事，五个事之前他就不知道了。像佛在经上说的，有一个人要跟佛出家，出家要有善根，没有善根呢，出不成。这个人找到世尊面前，世尊叫他的弟子，这些阿罗汉来看。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，这一些大阿罗汉看了之后都摇头，他怎么能出家？他没善根。佛就说，他能出家，他的善根太久远，你们只能看五个事。这个人在无量劫前是个樵夫。有一次在山上砍柴，遇到一只老虎啊，他爬到树上，在树上念了一声南无佛，就这一点善根，到今天成熟了。佛给他提出九缘界之前呢。念了一声南无佛，他这个善根，唯若大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都看不到，佛看得清楚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。现前芸芸众生没有善根，我觉得他们种的善根相当深厚。就是不相信佛教的人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，他都知道有个佛，那就行了。这个佛落在他心里头那个印象里头，永远不会磨灭。什么时候成熟呢？也许无量劫后遇到佛，他跟佛剃度出家了。在佛会下了，修行正果了，大有可能呢。所以我劝导同修啊。我们无需一切顾虑，不要怕造罪业，我觉得没有罪业。你们在报纸、杂志上刊登佛像，刊登佛的名号、菩萨的名号，字越大越好，越明显越好。为什么叫人一看？一入眼根，永为道种。这有些人估计，我在报纸上看的这个，人家把报纸的时候撕碎了，丢在垃圾桶里，那这是不是罪过呢？要学地藏菩萨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我入地狱，多少众生成佛了，值得了，没有估计呀。你看看我们净宗第六祖永明延寿大师，他那个时候没有出家之前，是做国家税务局的出纳，是个小职员他盗取国库里头的钱财，那真的是偷盗，盗去干什么呢？放生。
常常偷盗，常常放生，以后被人告密、告发了，判罪死刑，这一审问，钱到了没有？他承认，非常诚实，我盗了很多次，干什么用处呢？放生。所以这个审判官员把这个案子送到皇帝那里去，皇帝一看也觉得很可笑，就嘱咐了，按照法律去办，死刑判死刑，杀头。不过皇帝交代谏斩官，交代他，如果他绑在沙场，这个刑场啊。要杀头的时候，他要不害怕、不恐惧，带回来，让他见见。如果他害怕、恐惧的，杀掉就算永明大师绑在法场上，面不改色，一点恐惧都没有。谏斩官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怕？”他告诉谏斩官。我以一条命救了千千万万的命啊，值得啦！所以他很欢喜呀，他一点恐惧都没有皇帝召集，赦他的罪，问他想干什么？他要出家，皇帝做他的护法，以后成为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。那我们今天在报纸上刊登大幅阿弥陀佛的像、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看多少人都看见了。他就是丢到垃圾堆、丢到粪坑的，我也不在乎。你给多少人种了善根，你度了多少人？包括那些不相信佛的人。回谤佛的人，抵制佛的人，通通都种了善根了，你通通都把他们渡了。学佛一定要开智慧不能死在戒条里头戒条里面是这样说的，没错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你恶意轻慢心，你毁坏佛像，这个是有罪我们今天用的心不一样，是要利益众生，是要帮助众生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佛的种子。借条，实在讲，佛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非常民主，非常开放，非常自由。所以他制定的借条，每一条戒都有开源，这开源是可以开的。开戒不是破戒，不是犯戒。我们今天在报纸、杂志里面刊登佛像刊登佛法名号，这是开戒，开是不是犯戒，不是破戒，一定要懂这个道。我们的心纯粹是利益众生，纯粹是帮助一切众生在阿赖耶里头。种下佛菩萨的种子，他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，他跟佛有缘广结善缘甚至于我也鼓励一些同修，
现在你们穿的 T 恤，这个新加坡是热带地区的，你看那些年轻人穿的，前面背后那个图案都是妖魔鬼怪的，看了都吓人呐！啊，我们可以 T 恤上是印上阿弥陀佛的像，印上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在街上走一圈呢，就住了好多好多人啊！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，这个里头都是不思议造的，不可思议的善业，常常存这个心，利益一切众生。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三段事情，善根成熟的，帮助他在这一生当中成就。现在的成就就是念佛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就做佛做菩萨去了，成就了。善根没成熟的，帮助他成熟。我们今天想办佛学院，想办佛教大学，采取9年制的这个教学，就是帮助那些善根没有成熟的，帮助他成熟。没有善根的，这第三种，没有善根的，帮助他种善根。像我前面所讲的这些例子，都是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的。好事，诸佛看到都欢喜的，哪里会有罪业？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，决定不要有忌讳，不要有怀疑。欢欢喜喜，认真去做，把佛法推广到各个阶层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都有帮助众生这个意义，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我们要念兹在兹的，时时刻刻去做。我们身上带几串小念珠，带几张佛卡，遇到有缘人，他欢喜就可以送给他，跟他结缘，把我们讲经的时间、场所介绍给他。欢迎他来听讲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